大家好，我是莫涵，今天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游戏啊，应该也不算独立游戏，反正我就归类在里面了。因为我现在除了试玩和独立游戏，怎么说呢？这个我们就先玩着了，不管它是不是独立游戏了，反正全扔到里面了。试玩的话，我们就玩一些大作啊。这个游戏好像是暴走漫画出的啊，所以我们就先游客登录。这画风，这头像。特别有魔性。好了，我们看下这个设计啊，这个账号绑定操作方式啊，这个其实就是贪吃蛇的玩法，之前我们玩过。关注后私聊，这个不管它，成就开关，单机练习，都是白开水，祖国的老花朵，咸蛋超人，这个名字有毒，名字有毒，这个绿了什么胶？我们随一个傻瓜一样的去爱，我会离开，眼泪蒸发又何妨啊？这个来，我还没玩呢啊，单机练习啊，这是靠这个的吧？那我们要那个是要改一下那个键盘操作啊。我这也能吃人啊，那行啊，这个电脑啊智商比较低，把这个移到这边去，这个至少让我 WSAD 可以控制这个，对吧？然后这里的话就鼠标按吧，保存设置，返回大厅，我们继续啊，重新来。高端的技术跟电脑玩就是没有压力，你看我要多吃点药，吃点药我们才会成长。这个头像特别有魔性。这个头像让我想起了喝水的那个家伙。非常完成了双杀。这个音乐好像循环的有特别有魔性。这个可以加速。没勾到它。电脑智商好高啊。这个电脑跟那个之前玩的那个什么单机版的那个贪吃蛇完全是不一样啊。这电脑智商特别高。完了！这电脑比玩家还要高级，我感觉电脑比玩家还要高级。哇，三杀是吗？确定是电脑吗？我感觉不像电脑啊。你看这电脑智商好高啊！我的天，这不是电脑啊！感觉也不像电脑，这一把速度好快，肯定是电脑，人也没那么快的反应啊。我都反应不过来，他蹭一下就换位置了。这人的反应没那么快的，他肯定是电脑。计算好精确啊，特别难玩。这个吃的好快。要玩。这 ID 不用管他，肯定是电脑。什么少年先锋队队长，这个肯定是电脑。我是哪个 ID 我也不记得了。这肯定不是人啊，哪有那么快啊？我之前玩那个贪吃蛇也没那么快啊。你看，把自己撞死了还不会掉药，这个药丸啊，还是自己吃慢慢吃吧，我感觉吃别人根本吃不到。形同恶魔。三杀，完成了三杀。你看，哇，这好有魔性！我能换个头像吗？我手上抱了两个药，感觉要炸了。这两个药，过年啊，这个名字肯定有问题，不是玩家不会有那么魔啊，好像也可以啊，都是随机的名字。我的名字也是随机的，我想起来了。单机模式还是挺好玩的，你看，这么玩的停不下来，还可以自己咬自己啊。这个不是原版的贪吃蛇，原版贪吃蛇不能咬自己的。哇，这个。好魔性，把他弄死。你看这个速度好快，把自己给缠住了。把自己弄死了吧，我还没大杀特杀呢。我觉得这冲肯定要害自己，这游戏加速有点问题，不像其他的游戏加速能判断。这个本身就很快了，你再给我加速我会撞墙的。这个
你看长度好难，我们看看这个商店能买什么东西。哇，都是钻石，好吧，我退出了。然后我们联网竞技试试看，添加好友，哦，生存模式，呀呀，继续。我们看玩家啊，哇，这就是玩家了，你看，哇，哎呀，这个，我感觉好像这个按键设定有问题，我看看。你看有时候按上它没反应，只能按左右。这个就是玩家了啊，他们有新的皮肤。哇，三杀，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好，我们要过去吃个药。37啊，这个是有时间吗？有倒计时的。完成了双杀，我感觉这个游戏好难操控，灵敏度太高。杀人如麻，21秒，我都上不了榜。刚进来，他们就结束了。大杀特杀，哦，我还会有特效的。长度11000啊，继续。联网竞技生存模式。啊，刚开始啊，这局哎，一局只有5分钟啊。感觉是电脑还是什么？啊，这不是电脑，电脑早就躲掉了。电脑这高超的技术早就躲掉了，对吧？电脑如果是电脑早就躲掉了，这一看就是人了，反应没有电脑那么快。电脑那真的快，你根本抓不住它。我们还是跟人玩吧，跟电脑根本没法玩。我感觉跟电脑没法玩，哇，全是药啊！你看，全是药丸啊！完成了三杀，哇！完成了双杀，完成了三杀。呜、下塔。呜、怎么有个人可以穿过我的？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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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哎呦，我的天！15，哎，这个解锁技能了，这是什么技能？我们解锁了一个技能，升级了。哇，这还有技能啊！这游戏居然还有别的技能，除了加速还有别的技能。我在吃枣和药，没有枣，只有药丸，只有药丸，没有枣。好多药丸啊！这个跟普通的贪吃蛇，就之前什么贪吃蛇、蛇蛇大作战什么的完全不一样。我这控制方向有点问题，按左是啊，往左下。哇，这个哦，一个懂啥哦，主宰了，主宰了。哇，暴走了，服务器被下呆了，服务器被吓尿了。哇、哦，差点。哇、哦，各种杀，各种杀，我就在边上吃。哦，哎，我怎么变第一了？什么情况？我变第一了。哦，还有2分钟，我要坚持住啊！我终于变第一了，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就变第一了。啊、哦，不要作死！啊，不作死不会死，不作死不会死啊！啊，我怎么完成了双杀？我都不知道怎么杀的。
啊，这不是我杀的啊，这是我杀的。我这还可以穿过我，这个有毒。布里兹夫人正在大杀特杀。Ultra kill！ 哦，四杀，完成了四杀，可以啊！哇，我这分数还没人追得上了，哎呦，差点吓尿了，我说哦，哎呦我的天！随便他们怎么杀。哇、哦，变态杀戮啊！不是谁啊？不知道是谁。黄金魔术师已经无人可挡。哟，这个什么东西？哇，僵硬加速。哦，这个有点坑，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没法直接转弯了，没法直接掉头了啊！好了好了。主宰了比赛，让他们去杀着吧，我反正我保持我的第一就行了，我不去杀人了。还有16秒，加油，稳住，一定要稳住，不能再浪了，再浪要死了。哇，这个纸巾有点厉害。哇、哦、最后还凑了一个热闹。哇、哦、击杀24。哈，又拿第一了，人家好害羞啊。11杀，4连击，2连击，3连击，哎呦有点溜。哦，这可以。返回大厅。这个能拿到什么东西吗？你解锁对抗模式，组队模式啊。获取这是什么啊，获取这个玩意没啥用。有礼物了啊，这个买不起。商店。我64个金币能买什么吗？啊，这是买金币的。100金币啊，这只是道具啊，这游戏可以用道具。啊，我们再换一个名字。啊，这个有没有正常点？人比花瘦，你伤透我的心，爱了他5个夏天。哎呦，不是5年吗？指尖相，有长相没对象。杀马特，好，就这个了。团队合作，哎，有任务啊。成就最大长度500。哎呦，我可以买很多东西了。高中毕业了，我已经，你看，快大学了。来，接着这个啊，我们玩个组队吧。团队对抗模式，两强相争，取一胜者，啥意思？哦，红队，我感觉这速度快，很容易别人撞到你身上。所以你要保持长，然后在那边绕啊绕啊绕，然后别人撞上来。有红队好厉害啊，红队第一啊。哎呦，这个绕的，这比那个什么神盒大作战好玩、啊、你看这个吃的东西图标就很好玩，是个药对吧。哇，差点让他送人头了。孤岛红队完成了，我这个红队厉害啊，就是我这个队有点厉害、啊、我们队伍这个啊，我才14名啊，我都没排上排名。我慢慢吃，我们不杀人啊，不，我们不杀蛇，我们让他们自己撞上来啊。我这个水平不行，就先保自己不保别人。这个什么鬼，吸收，哇、哦、这个爽的，这个吸收爽啊，这道具特别爽。你经过贪吃蛇还有道具型吗？这个，哦，我去，这个吸的，这吸的可以哦。吸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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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道具吃哎，这个。我都没杀，我第7了，我就狂靠吃这些药丸。哎，一杀都不掉东西的。大杀特杀，他还大杀特杀，敌人呢都看不到队友的。哟，称霸幼儿园有点厉害。
牛蓝队第一了，把我们队长给杀了，变态杀戮，让他迟早完。啊，我第三名了，这个有毒啊！我玩这个都是小学生吧，都是小朋友，神一般的存在，厉害。Holy shit！ 哎呀 ，Game over！ 我是女王，我怕谁？嗑药啊，药以嗑足，宝贝加速。Holy shit！这个是什么技能啊？这个是放那个药的，买的那个道具。哇、哦，这么厉害啊！超神般的存在，把它去灭了，在哪？没看到人啊，他躲哪去了？应该很大一只啊，很明显就能发现。Holy shit！ 哇，他已经超神的存在了，把他灭了，我们就赢了。哎，我双杀怎么没有你提示的呢？我都双杀了，好吗？咦，我都没看到这个啥萨里啊 ！Holy shit！ 你看，根本没看到这个萨里、啊。哦，这个看到了，就这家伙吗？哦，看到了，边上这只超大的。哎呀，这个按键你看，左右按键不顺，就是有点那个啥，我把按键那个键盘操作再改个位置，好像有点问题，这个有点偏了，有点偏了。我怎么继续战斗啊？不能继续战斗了啊！比赛结束了啊！好吧，萨里8000毒，返回大厅，点击任意地方。好了，那么这一次这个暴走贪吃蛇啊，我们先玩到这里了啊。这个团队合作模式，包括那个，还是在手机上玩好一些，因为电脑上这个玩的这个方向键有点偏啊，左右连不上啊，不，左右方向上下左右不太好控制，它总有点偏的啊。这个单人竞技还挺好玩的，组队有点坑啊，组队比较坑。单人竞技你可以划水划到最后，把直接第一个干掉就行了，对吧？好，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下订阅，我们下次再见，拜拜。